做完之后自己用你的身体、你的心灵去感觉，那就不去用。好，来，这种感觉要自己体会。我的体会跟你们每个人都相同，好，每一次都不太一样。好了，我们就会两脚打开跟你们一样宽，第二个脚趾头注意让它朝向正前方，两脚不会太宽，因为我的臀都不是很宽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宽。膝盖保持微弯弹性，虽然外表看起来是直的，大腿肌肉用力把膝盖往上拉，再把大腿内侧往内夹紧，肚脐眼内收，臀部夹紧，胸口打开。双手的力量，慢慢的传到你的尾椎，双手。
你的双手打开张开阿斯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柔软度不够好，所以膝盖弯曲，双手在推，把臀部推高，臀部就可以推高。你的肩膀如果打不开，你的膝盖必须要弯曲，你的脚跟必须要推高。
始的动作都是很好。你在学习其他动作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做的很好，但是其实非常多动作的基础，比如说弓箭步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膝盖，让你的臀部的位置、脊椎的位置，掌握到一个正确的姿势，在做其他体位的时候，甚至有可能你会伤害自己。所以，但是每个课程、每次上课都要很认真练习，就算你做了几万次，每次练习的感觉都不一样。好，还有一次自然的动作，经过了前一次练习，你要能够更掌握之前位置，很快的到位，再慢慢的去调整。中间的过程，当你感觉到没办法去撑，你可以稍微休息，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几秒钟之后再上来。好，吸气，第二次快的吸。当你身体做延展向后动作的时候，你的腰椎非常容易紧绷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双腿大腿内侧要收紧，只有把你的胸椎往上延伸，肩膀打开，下巴拉长。你感觉到你脚掌的发力，还是平均分担你的身体的重量？这个时候，你的腰椎受到保护，不会有压力，身体前弯，你的身体要拉直前后，你才会有很大的空间。慢慢的，当你的身体靠近大腿前侧，用手的力量慢慢吸口气，我们要把脊椎拉长，不驼背。弓箭步，左脚一蹬，赶快调整您的弓箭步的位置。你的臀部不会高于你的右脚膝盖。你的左侧非常，左脚非常用力的蹬直，所以连带你的左边的臀部会非常的酸，你的右脚大腿也会非常的酸。好，打勾，记住一个三角形的比例，一个打开的肩膀，让你胸部的感觉更多的靠近你的膝盖。如果你膝盖有弯，请把脚放平高。脊椎拉直。
气，双手合十，调整你的呼吸。
胸口往前伸，右脚弓箭。这时候尾推就可以用手的力量记住手的力量。
我非常的容易。这时候你的肚子稍微一收，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肩膀跟你的尾椎骨是有一力量往空中的方向延伸。那有一天你的单杠可以做得更好，是因为你的大腿后侧变松了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膝盖稍微打直一点点，脚跟稍微下来，但是你的身体前方依然不能驼背。然后放式，肩膀慢慢的移到喉丸的正上方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也不行。喉柱自己去感觉到肚子收上来，屁股收进去，脚跟往后延伸，肩膀不要移动，推喉柱。下沉的动作，我们原来教的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，尽量朝这个方向。阿多，背部的力量，用力的感觉。上多，好，放式。如果你可以，力量够，肚子的力量也够，就可以用慢慢的下沉的方式，慢慢的让自己下沉，hold住，再慢慢的脚背贴地。阿多慢慢起来，一样，这样知道吗？挡多，肚子一收，慢慢的抬起来。OK， 这样知道吗？所以每一次的翻式都是在练习同一个动作，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练习，你才能够感觉到你要练什么。不是把一个动作完成，有形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你每个动作，你会知道我到底哪里要用力。我会用指令来提醒，可是有时候你有听没有懂，有时候你懂了你做不到，所以你必须要听到重点。比如说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单杠，就是你先调整脚的位置，脚的位置有调整，你才有可能让你的单杠更好。脚的位置没有调整，你永远都做不好，因为柔软度受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注意一些点，不要老是一直讲这边屈膝讲的。我从开学到现在屈膝不讲了几次，我不讲几次，我今天做几次单杠我都讲了几次，然后每一堂都要讲多次，至少五六十次，不会少于五六十次，搞不好有一百次了。可是很多人都不理我，就是那两只腿还是伸得好直，然后就驼背，有几个而已嘛，大部分都跟我做的不错，所以要注意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体会法，一个腹部，一个背部，就这样。因为今天时间也有点后面，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拜日式。好，那腹部跟背部，我们也是经由拜日式来做转介，所以拜日式是很多动作的基础。Thank you.
好，双手指向空中，掌心相对。
停下一点点，看你的锁骨，一个拳头的距离，然后让你的肩胛骨离地。肩胛骨就是你的肩膀下面有两个骨头，要离地。离不了地怎么办？就要打瞌睡。有帮忙对不对？你就一直手掌托住就对了啊。肩胛骨离地之后，好，上来一点，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托住，再上来一点点，还是一点点。你的呼吸不可以憋气，下巴松，好，再上来一点点，托住，下背部还是着地的。好，再上来，慢慢的走，吸气，打开双手。好，用比较快的速度，你准备怎么上来，怎么下去，慢慢躺下。好，把左脚抬到空中，同时伸直90度，双手放在膝盖后方，不能够十指相扣哦，不可以这样子放在膝盖上，不可以这样，要这样。这样，对，不可以这样，这样你的手都太用力，要这样，对，比较抱着的话，好，上半身卷起来，肩胛骨离开地，肩胛骨，你的两块肩胛骨，上半身不能动哦，你的重点是，不管你的脚在做什么事，你的上半身都不能动，你的下巴都不要动，好，右脚离开地5公分，下巴松，跟拳头的距离。肩胛骨不能下来哦，好，换脚，换脚的时候不用力呼吸，来，预备，到，呼吸，换脚，换脚，彼此交换，你可以，你不要把这个腿交到膝盖，不要膝盖了，好，好，换脚。把眼睛闭起来，你可以用你的毛巾盖住你的眼睛。